很多粉丝问，为什么你总带你女朋友钓小鱼？于是有个好心钓友也觉得羽泉他太可怜，让我带他去一个私藏钓场，据说能钓到比人还长的巨型鲟鱼。我和羽泉立马驱车前往。对了，很多新手钓友让我推荐300以内的高性价比路亚套装，听说正好迪卡侬除了路亚装备，今天带你采购一波。哇塞，够！一说到钓鱼，你那么兴奋？因为这是我的运动啊，钓鱼，快走。这个好看，老公，鳟鱼吧，那个是啊。买，买，饵线全都给你上好了，到手即钓。买，性价比也很高哦，这一套。走，买单去。快走，钓鱼去喽！啾啾，还是挺好看的，你看就是那种欧美的简约风，感觉非常未来感。哎，我听说这地方有这么大的鲟鱼，多大？90斤，跟你的一条腿。不，跟你一样重。咋了？上鱼了。哎，你好。Hello。150、okay. 女士免费啊？女士免费吗？啊、你确定？确定。你是不是对我的实力不太了解？他每次钓都比我多。只有鲟鱼是吗？啊，对，有大鲟鱼，大的九，大的90斤，小的30起。那、啊、还有其他什么鱼？我得给自己兜个底。鲈鱼、太阳、青鱼，很中吧？现在，嗯，很中的鲈鱼不太好钓，不是特别好钓，是是吧？看谁先上吧，比赛吧，还是？加油啊！好啊，输了踹一脚了，还是？老公，一条踹一脚咋样？行，我的策略就是先拿软虫试试看，他们搞一些大巨物上来，然后假如搞不上来，那我就换亮片钓钓这些路边的小鱼，看有很多太阳鱼什么的，反正先凑凑数嘛，能踹他一脚就试一脚。哇，手感还是不错的。中了，中了，自己中了，来，鲈鱼，鲈鱼，哇，好重的口吧？哇，很重的口，哎，哇塞，第一位。不行了，我好有危机感。他上去上了一条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这个又来，我靠，这往哪扔的？我不就告诉你，自己找嘛，打比赛呢。你是真没格局啊！哇，比赛，我不是，我觉得不公平啊！我还得帮你卸鱼，我少了很多抛投的时间啊。又有一口。为啥我啥都没感觉到呢？走，我去那边吧。我觉得地方不对，是这儿吧？这儿行。什么鸟的？我先到的，你。我觉得刚刚是因为收太快了，我觉得得慢一点。加点挑杆动作。又中，为什么呀？及时哟。又条大肚婆。中了，中了！哇哇哇！又是一个。不对呀，这个节奏啊！换上羽泉用的饵试试。它这个饵其实就是上面有很多须须，飘落的时候一般就有鱼咬孔。那里没鱼，我刚抛了半天。又中，为啥呢？在哪里中？岸边中的。啊，中了！我靠！我的妈呀！你这钓鲈鱼都没意思，我的目标是上鲟鱼。王一博，咱们谁先上那条最大的那条鲟鱼就直接胜利，好不好？又不比数量了。比啥？我也没有这怕的。也行，既然小鱼没有口，那咱们直接搞巨物。我觉得我还是巨物命，你知道吗？小鱼我真的上不了。要上就上大的，真的。哎，我那个大哥上鱼了，我们去那边吧。哦，打到一下，不知道是不是鲟动了一下，有可能是底部的鱼。哦，哦，就中了，啊！好不容易一条，啊！你可拉倒了，我上一条鲟鱼我就赢了。我靠，这么多条鱼，我要上树。你上什么树？你上树？你那不是倒吊的，你上什么树？中了！哇塞，啥鱼啊？这么小？哇塞，这么小，不能浪费时间了。还是得搜鲟鱼。就在这时，真的，
真的？我靠，啥鱼啊？你没刺啊？我靠，被咬脱了，老大的一条，而且它动作很缓呐，啊，不扑的，真的，我靠，是不是鲟鱼啊？鲟鱼的话，证明它就在这一片，对啊，那应该重点搜索这一片。一口，哎，哇，哇，这是挂底了还是鱼？挂底了，这有挣扎吗？没有啊，那指定是我还被鲟鱼。你都玩这么长时间了，挂底和这个真不一样。大的鱼它就是像挂底一样。哎呀，我靠！中了，你能不能别中了呀？咱们要不走吧？啊？走吧，别上，走吧。你现在是要及时止损。我现在应该还能活，主要是。你就看看多少鱼。来吧，数数有多少奖呢？快看看。哇塞！哇！我去。哇，好肥，七九十，没了，十二，没了，十二脚，你是两脚吧？你上次也没舍得踢我，你这次舍得踢我？你才能干我，你这人真的是，你下次你等着，王一博，你等着。